又是早餐，又是我啊！你到台湾不是不吃过靓早餐的吗？上次吃完个咖啡色的早餐店麦美登，今次试下呢个市姐味浓到扑街的早餐店啦！早餐味都上有几市井，就是好鬼平啊！整个菜单最贵样嘢都是70蚊台币啫。哦而且仲系超多嘢食俾你拣，仲有一样市井味，就系呢度嘅环境啊，真系好贴地啊！连个市嘅 special 都系手写噶，点解佢叫早安美之城？喂，点解？算啦，讲翻啲早餐先。首先冇错，又系蛋饼啊！呢、这个三层日式蛋饼份量都几多噶，加埋啲甜酱，哎咦！然后呢个铁板日式乌冬面，佢仲有啲猪柳肉啊、蛋啊、豆腐皮咁，乌冬面都几 Q Q 弹牙的。再嚟多个芝士丹麦吐司，哇！睇啲芝士，几时嚟？哇！睇啲构思，几普通。哇！睇下啲菜，几时整？呢个市井民间味，我俾100分啊！到最后食咗咁多肉，真系食到我都惊啊！点翻个薯泥清爽沙拉，嚟结束呢个充满市井味嘅早餐啊！然后我才发现这个早安美之城竟然是连锁式经营的，屌！全台湾有成1400间分店的，劲！真的，仲有一间在你附近呢，好肚饿啊！